的时候，你要来施行拯救，我们要来一心归向你，一心归向你，我们的主。是为了此时此刻，今天我们选择要跟随你，当你眼目查看全地，愿意寻找我在这里，现在就是约拿的时候，约拿的时候，你要来施行拯救，我们要来一心归向你。一心归向你，我们的主。一心归向你，一心来跟随你，一世来爱你，来侍奉你，主啊，现在心意的儿女，回转来归向你。现在就是活人的时候。的时候，你要来释放我们，我们要来相互与你，相互与你进入你，在就是华人的时候。的时候，你要来释放我们，我们要来相互与你，相互与你进入明定。是的，主，这是我们进入命定的时候。主啊，你坚立我们的心，主啊，你在我们心中放下美好的盼望。主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那夏虫永长鸣，春蚕吐丝吐不尽。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圣灵在牵引到我的心，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风霜雪雨。更坚定，我要传扬，传扬主你名，需要的神在神的国度里，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异象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一种爱像那夏虫永长鸣，
准他读诗读不尽，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生命在牵引到我的心，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风霜雪雨一直更坚定，我要传扬传扬主的名，只要得胜在神的国度里，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异象向前走，要看到炫耀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充满整个大地。
主降临公义的恩赐，浇灌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一起祷告吧，来到主跟前，屈膝跪拜，他是怜悯的主。我们向着天举起双手，求你打开天上门，将丰沛的恩雨滋润充满整个大地。终于看到主降临公义的日子，浇灌在我们的身上。主啊，我们渴慕你的恩雨降下，为此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哈利路亚，纪念你儿女，哈利路亚。哦，爸爸，哈利路亚。一起祷告吧，来到主跟前，举起跪拜，他是怜悯的主。我们向着天举起双手，终于打开天上门，将丰沛的恩雨滋润整个大地。求你转到主降临公义的日子，浇灌在我们的身上。主打开天上门，将丰沛的恩雨滋润充满整个大地。看到主降临公义的日子，浇灌在我们的身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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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灵的风吹起，带我翱翔。我要紧紧抓住你，愿你国降临，震动这地，使万民敬畏。愿你裂天而降，裂天而降，降临这地。降临万国万邦，愿你裂天而降，裂天而降，使复兴的火不断燃烧，求复兴我们。主啊，我们等候你，带着伟大的期待
愿你来。主啊，我们渴慕你，渴慕你生命浇灌充满我，我要回转归向你，求你纪念。愿生命的风吹起，带我翱翔，我要紧紧抓住你，愿你国降临，震动这地，使万民敬畏。愿你烈天而降，烈天而降，降临这地，降临万国万邦。愿你烈天而降，烈天而降，赤火星的火不断燃烧。愿你烈天而降，烈天而降，降临这地，降临万国万邦。愿你烈天而降，烈天而降，赤火星的火不断燃烧，求复兴我们。主啊，我们向你呼求，求你在这个时代借着我们复兴你的作为来，我们愿意回转，我们愿意跟随，我们仍然向你有着伟大的期待。主啊，愿你烈天而降，震动这地，使万国都来归向你。震动这地，哈利路亚！万国都来归向你，哈利路亚！愿你烈天而降，烈天而降，降临这地，降临万国万邦。愿你烈天而降，烈天而降，使复兴的火不断燃烧。愿你烈天而降，烈天而降，降临这地，降临万国万邦。愿你烈天而降，烈天而降，赤火星的火不断燃烧，求复兴我们，求复兴我们。哈利路亚，是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是的。主，我们在这里呼求复兴，你就一定会复兴我们。主啊，谢谢你，万丈高楼平地起。主啊，谢谢你。主啊，我们也知道，主啊，这世上的国跟你自己永不震动的国是不一样的。哦，主耶稣，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你一创造我们，主啊，你一创造这诸世界，本来是最完整的、最美好的。主啊，是后来罪恶入了这个世界，主啊，败坏了你的作为。但是主，你永远是得胜的主。主啊，你要把这所有的罪恶、所有的败坏、所有的拦阻都除去，把我们心中的一切自高自大的事全除去，当我们完全降服在你大能的手下。主，你清清楚楚的作为，主啊，你清清楚楚的话语就在我们中间。主啊，你创造万有，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主耶稣，你在我们当中要塑造我们的生命。主啊，你的话语一出，只要我们降服，事就成了。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愿意来聆听你圣灵的声音。
我愿意降服在你面前，也愿意屈膝在你脚前来领受你的话语。主啊，你的话是带着能力的，你的担子是轻省的，负你的轭是容易的。主啊，你的话语是有目标，是有方向的。主啊，你的话语是带着无限量的荣耀和赐福的。主啊，我们谢谢你，你复兴我们就是恢复我们，我们儿女来到你面前，主，我们单单认定了你是我们最宝贝的阿爸天父。主，你是我们永永远远感恩的，我们的恩主，我们的救主。没有你的拯救，主，我们什么都不要谈。主，有你的拯救，有你的保险，主啊，我们就有救。我们一切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进到神的国里，可以经历到这永不震动的国在我们当中是何等的真实。主啊，我们要进入那永不震动的国，就是从现在开始。主啊，我们为天家做好了准备。主啊，当你来迎娶我们的时候，主啊，我们的欢喜快乐的被你迎娶。现在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主啊，帮助我们有合而为一的心，有一样的目标，一样的方向。主啊，一样的话语，一样的爱，都是从你而来的。主耶稣，谢谢你给我们活水得胜教会这么好的名字。主啊，这是你的命定，让我们有天上来的活水，就是神的话，源源不断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这是神做的，无人能行。人要想做，除非听神的话。主啊，我们谢谢你，有你的话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就够了。主啊，有你的话语天天引导我们，且带着你天上来玛纳圣灵的恩膏能力，借着你的话语运行动工在你众儿女的身上。凡愿意心存谦卑，心存正直，降服于你，以正直的言语，清洁的言语来宣告主话语的人，必然经历到复兴。谢谢主，不但教会要复兴，家庭复兴，我们个人复兴，所有跟我们有关系的人，我们的工作职场，包括我们的社区跟国家，都要因为我们而蒙福。我们不会妄自尊大，不会自以为是，不会自义，因为没有耶稣基督我们就一无所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我们知道我们不枉然劳力，我们不枉然警醒。谢谢主赐下活水得胜教会的晨祷，让一般忠心良善又见识的好管家在这里尽忠职守的为神的国度守望，为教会守望，为教会中每个肢体每个家庭来守望。我们已经看见了像巴掌大的云即将恩雨要降下。主耶稣，我们预备好来承接你属天的赐福，让我们当中没有任何的破口漏洞，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都成为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你的怜悯临到我们，你的恩惠临到我们，愿恩惠恩惠临到这殿，后来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认罪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
偏离你的诫命典章，没有听从你仆人众先知奉一名向我们君王首领列祖和国中一切百姓所说的话。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小子们呐，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我向你承认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愿你的国降临，希望我们在真理上的教导聚会中的温暖，能帮助你更深地认识耶稣，爱慕主来。一切道理和经历若没有以道以基督为中心，仍是徘徊在歧途中。圣灵充满是自己和别人都能知道的，要带来信心、喜乐、智慧、平安、盼望，也带来权柄、能力、荣耀。圣灵充满叫你全人都改变，生命丰盛，流出活水，结出灵果。虚先渴了，祈求、倒空、奉献、顺从、等候、相信得着。圣灵充满后自然发出诗章、颂词、灵歌，赞美主，不住祷告，感谢敬拜神。圣灵充满也是被基督充满和被神充满，何等荣耀丰富。圣灵充满除掉罪和己，带进圣洁与顺服，满有爱与光。圣灵充满能使祷告的生活改变，并使圣经成为一本活的书在眼前。阿门。